松手。雨果，你听我说。我听你说啥呀？给我律师函啊！我怎么能那么做呢？我刚刚那样完全是给他们看的。哎，松手。有事吗？不是，姐姐，咱崴一个脚，怎么还哭上了？不至于啊。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我一个女孩子苦苦支撑这个公司，我形容不上来我现在有多难受。我只知道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累，我感觉我像个精神病一样，有的时候想通了，有的时候想不通。我多希望能有一个人能看穿我的嘴硬，能读懂我坚强背后的软弱。不是，那个，你先起来，一会儿人下来以后我把你咋地了呢？快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认识你以后，我就感觉你像是一道光一样照进我的心里。我以为你会懂我。啊，行行，起来来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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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快。敷衍我。哎，你快起来吧。走。干啥去？喝酒去。不，哎，你这脚没事啊？你骗我。